欢迎回来。下个礼拜就过年了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特别安排了一个上午与各家媒体拜年，也借着难得的机会与新唐人电视台的全球观众拜个早年。新唐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。改变成真的一年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2015年扬眉吐气。台北市长柯文哲13日在台北探索馆与各家媒体预先录制拜年影片，柯文哲一脸轻松，幕僚则忙着帮柯文哲整理仪容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往年需要准备的大字报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轻便的平板电脑，效果一样好。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，新的一年继续轰，你们是我的主人翁。来，我有看到，你不用拿出来，我是只是觉得。突然台词变得奇怪。各家媒体千奇百怪，不同的祝贺词让柯文哲 NG 了好几次才顺利念完。有媒体还自备道具，要柯文哲来一个不一样的姿势。而柯文哲在拜年台词中都不忘加一句：“今年是改变成真的一年”，似乎也期望在新的一年翻转政府，塑造全新形象。海外的华人朋友们，若想了解台北市的最新消息，就请收看新唐人电视台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龙、黄庭峰，台湾台北报道。